好，我是韩庚。那现在呢，我带的场所呢，就是我新的产品的广告的一个场地。那现在在棚里拍，所以把它现在一个花园里，然后后面是一个很好看的小别墅。那旁边呢，就是种的一些番茄。那这次呢，蒙牛果蔬酸酸乳的新产品呢，那就是番茄口味的蒙牛果蔬酸酸乳，那里边也包含着很多的番茄红素。因为平常呢几乎很少能记得吃蔬菜啊，还有水果等等。那这次呢，如果出现这个产品，我觉得这样的话又方便，口味又好。大家来看这款的蒙牛果蔬酸酸乳，是2011年全新的升级产品，那营养非常的丰富。那我自己呢，平时我也很喜欢。那一共有4种不同的水果蔬菜组合，那每种呢都有丰富的蔬菜水果，还有相应的牛奶组合。那这款呢是胡萝卜口味的果蔬酸酸乳，那有丰富的胡萝卜素，能够增强体质。那这款呢是黄瓜口味的，有丰富的黄瓜酶，可以帮助身体清肠排毒。好，那这一款呢是紫薯的口味，那含有的丰富的花青素。说了这么多呢，还希望我的跟饭还有所有的年轻人都可以能够健健康康、开开心心的。要记住，经常喝果蔬酸酸乳。